21日下午 ，XO 在单独演唱会上惊喜公开了回归消息，将在冬季到来之前发表新专辑。演唱会上，队长 Suho 说道 ：“XO 的新专辑也很快就会和大家见面，请大家多多喜爱。”随后，成员们纷纷表示 ：“Suho 大哥太超前了。”Suho 简单的给个提示，就是今年年内当然肯定会回归，计划将准备下一张专辑，在不会特别晚的今年年内，冬季到来之前会发表。惊喜预告了完整体回归活动，终于来了！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